想吃奶呀、啊。怎么了？我想吃奶。我出门了。出门？我去上班，你在家听话哈。嗯。那你哭不哭？不哭。闹不闹？不。不闹。不闹，听话啊。嗯。好。他是孩子。啊、哦，他是孩子。嗯。哦，那你抱着他，别让他哭啊。听话哈，喂他奶吧，他想喝奶，去吧。他不喝奶。他不喝奶。嗯。好，那他想睡觉了，你抱他想睡觉吧。他不能睡觉。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硕，今天把家里边安顿好了，然后准备往恁家去一趟，忙完弟媳给他现在打眼了。刚刚弟打电话说把月领过去，后来我心想也算了吧，本来。跟他去了以后，我怕开车一开，又要再想起来点不得劲儿。改天领着月再去。可能第一次领着月去，我这脑子，哎，趁机他不想那么多了，还是我也天领吧。万一他再想着你那个场景了，想着难受，等上光天他这个心情缓和了，再领着月去。啊，记得别领孩子了。熬夜熬了，这段时间憔悴了，没精神头儿，反正。熬夜肯定熬夜，你这两天反正都睡睡啥子？因为在饭店里边儿，还钓点儿这鱼子菜，可以吃比较清淡，也是少油，想着吃点儿清淡的，反正够吃。走。娘，天冷了，我还怕凉呢，先尝一下，那还行，不凉。真乖的乖的姐。啊吃点啥哈？你家里啥人都吃，都吃些啥人？把啥人往里边，往锅里边。看着弄个烧不着，咱们一锅弄，行不？嗯。他就能吃吧。今天下来活动活动，多走走。其实那个走动多了，对子宫会过来好嘞。呀，嗯。我你别下来，不老累，反正给这多。他可能五天走不出这一劲儿了，我下来了。起来活动活动，正好反正在家了。就正好你走多少路，俩走多少路。一块儿，你俩一块儿走，愿意活动活动，其实就好了。